闻诗一看夜路风中，虽醉是故醉孤单半生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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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希望你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。阮是依靠的女风中，虽做是孤，虽孤单不爱送。哒哒哒哒，正对啊！哒哒哒哒，正对啊！正对啊！希望你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。阮是依靠的女风中，虽做是孤，虽孤单不爱送。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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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Gangnam Style. Four, 什么事情呢？大家哦，透早你也是有在学堂做工课的时阵哦。是。咱的喵咪个在边啊，咧乱乱踅呢。陪伴啦，陪伴。陪伴啦。装卡所在就是安尼嘛。就真正做装卡的咧。你看这个场景哦，刚才我装卡有法度看到你。看到什么场景？来来，看一个敢好。有呢。有喏吼，咱的喵咪哦，你甲看。喵啊哈。哎，佮像我吼，咱的门口顶。对啊，伫咱门口顶啊啊，伊个像，伊个即只叫做阿杰啦。阿杰啦，嘿。哎。嗯。哦。哎。哎呦，老师，还有亮点呢吼！哦，这他妈提这什么人啊？汗臭袂坏呢？哟，三角巾的呢吼，就这话。啊，你看有无？正好两家有。我会在你啊咧整理盆栽啊。你搞翕起哦。我本来是要翕猫啊的啦。哦哦。哟，啊，就看到哎呀，有一个人伫遐咧做工课呢哦，啊，无好伊入境好啊啦。哦，老师在练呢呐。哎呀！你看迄款的那些烟斗嘛，知影我？看伊背面，佮知影正面烟斗啊！哦，嘿，人啊，小看，听看回头就知，听回头就知位啊！唔呀，嘿啦，看背面佮知影讲正面烟斗啊！迄个背影，唔是迄个黄什么狗的背影哦！哦，是安尼呀，好好来看这猫啊！啊，因家己有哪家己佚佗呢？啊，会咯，因家己会算咯。哎，佮有另外一张的，唔，佮唔是嘛？我吼，唔食。哦，你知，因为你只算啦。嗯。因为你只家己遐算啦。啊。啊，那看到猫啊吼，我佮拢想到咱张师姐。哦。哎，咱新北市的张师姐。张师姐介有爱心啦。嗯。啊，这猫啊，拢会饲了，拢伊咧寄付。佮咱罐头嘛，伊咧寄付。哎，是啦。好，食过你套餐的咧。感恩啊！罗拉尼啊，罗拉，谢谢医生。医生啊，李强老师，你咧做工课时阵哦，恁老婆生我敲电话来呢。哎，看到了。接到时阵吼，讲哎呦，这热吼，老师吼，那恁老公吼，啊茶爱加啉寡，水爱加啉寡嘞。我自早时啊开始，我着泡一千 CC， 着啉到离学堂要等下公司，差不多九点外。
哦，我得啉一个月啊，得啉一千、哦、一千 CC 啊。啊，你应该水分有够啊，才对啊。水分若有够吼，咱人啊，那水分有够就袂搞破病啦。有影呀。哦，水就是万灵丹嘛。干嘛呢？我跟你听哦。嗯。较早就是安怎呢？有真一间个专科的诊所啦。嗯。啊，个诊所的医生吼，对迄庄仔内面遐老人哦，介了解。好。啊，老人讲搞病听。哎，对，伊就知影，因遐老人都拢唔啉水啊，安尼啦。嗯。啊，即摆吼，因来看病，伊讲，我甲你讲，你即个病都要啉迄阮后壁迄个古井水。好。像古井水，啉愈侪愈健康好，我大家拢烧钱抢，你知影？啊，结果咧？啊，等于大家水分侪，你了够身体就用开。哎，真正呢。迄水分足重要的啦。嗯热人哦，对啊，热天人有人讲啊，我无咧流汗，嘿，我无咧流汗。你门坑坑拢咧流汗，你家己唔知影呢？好是安尼啊，所以无咧流汗人嘛是爱啉水哦。啊，无咧流汗人较会发烧啦。啊，我一天爱啉偌济才有够咧？啊，无上少爱2000的血管的细菌，上少啦，上少啦。血管的矿山最细菌啊。啊，啉水吼，嗯，你若单单你嘴大，较要啉，就已经着刷。哦，已经有脱水的现象啦。有脱水啊。咱咧啉水时，那看到甲啉一嘴啊，想到就甲啉一嘴啊，甲放淡桌顶遐咧看电视，啊看到就甲啉一嘴倒，啊小等下甲想到啉一嘴啊，俺搭个，胃下再搭个下头，一千四四就了啊。哎，啊你下头佫要泡一千四四甲啉甲用啊。哦，所以咱人体70%无拢是水哦。拢水啦，水啦，迄水足重要的啦。啊，若无呢，脱水哦，会掉山，看袂安怎个好啊，佫发烧咧，佫无用。啊，重点就是人搞破病啊。啊，你若水有咧啉吼，啊尿有咧放掉，啊毒素排出去，袂开破病。你甲问医生，你甲讲我讲，看有影无影，啉啥物水拢好，啊你着反正水分甲补充有够啊。一定啊有够诶。清气水你甲补充有够。好诶水，当然是好诶水。哦，啊家己无够，你着身体着健康啊。所以你水若无够吼，咱嘛是吼，迄容易中风诶。啊，当然。水若无够吼，咱搁容易闭结诶。水无够会闭结，搁会中风。啊，水无够，那会压血压。水无够，搁会关键着掉沙。啊，水无够，腰子会去蚊仔会踢到，因为伊个蚊仔无水通洗。好啊。所以你会踢到，你水无够会踢到，是搞你肾丝球吼会全降落来。肾丝球你若愈悬愈好啦。哦，只要着通常一般正常是100到120嘛。啊，咱每差不多30-40岁了后，咱每一年拢会落一。只要一砍落来，拢到啊0.8，无到1.0，安尼落一砍1.6到1.6。你话愈侪，你会落愈低啦。所以你水呐，啉较侪，伊就袂有迄个问题啊嘛。咱也是个高一点啊。啊对，啊就佫会大放，啊佫袂起泡。好。哦啊，人暗时佫会好困。对。哦，迄足重要诶。目睭嘛较袂遐酸涩。系啦，水分啊。水分哦。咱热人，甲咱关心者，咱水分啊，啉好有够啦啊。好啦，咱即马来补财库上好啦。补财库时间到啊，那补财，恁一个月讲补财库啊咧。我讲你听啦，迄个差不多有那过离过胎吼，差不多有那安排工作啊，有那安尼胎了、离了，有那差不多，迄个四中诶拢抬起来啊。咱四中电话贴袂起，叫兼迄个啉臭狗仔水诶，只吼。臭狗仔水。嘿啦，你怎讲？大家四中电话贴有诶，搁兼挂筋诶。挂血。挂机会。你没好嘢啊！我会当安尼讲尔，安尼来补财库较要紧啦。咱咧财库金就分300块，大分的哟。诶，真一般的庙拢500嘛。啊，恁即卖咧？啊，咱十外年前300，到即嘛300拢无起价。完全无起价。以前我阁有20块通赚。啊，即卖咧？即卖一份我了3块。啊，但是呢，老师无吼，意思就是讲吼，来当帮助咱老菩萨补这个财库。对啦。你什么活动阁较欢喜呀？啊，咱老菩萨都无咧赚啊，我甲你起价无意思啦。啊，你若讲伊都。起足悬的，我站袂住，我就家己起啊。啊，若到13块银了，我搁冻会大啊。这我搁会砍直的啦，搁会砍直的啦吼。来，你好，喂，嘿，你好，来，请讲话啊。安德，来，一双来接你。来，你好，喂。你好，阿英好，老师，请问一下那个生肖的那个舞台，对，生肖那个护持的，现在做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三个。三个哈。生肖。母娘慈悲，给你保平安。太。今仔是说平安健康，无代志啊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张老师，我张红英啦，我钱回去了。你功德无量啊！谢谢你啦。健康，你等会收啊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喂。彩花，啊，我钱回过啊。好，功德无量啊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当会想啊。哦，吃到175有够无？有呢，好，谢谢，好。啊，那
咱新朋友，我想讲了，无搞，要过来天十岁啊。唔免啦。咱新朋友想讲了，我嘛就想要补财库，我要安怎来补这个财库呢？哦，那话讲我钱要哪缴啦？财库金你都，你这一份300嘛，你负责拍电话就好啊。即卖电话给咱卡。你也免缴钱，你也免去银行，也免去邮局，也免签名，也免登啦。啊，无咧。我都给你赞一个好位小姐，留你的住址、电话甲姓名。然后哦，伊就寄一张缴钱的单给你。收到单了哦。摕去咱附近的 Seven 全家 OK 莱尔富地当缴。免签名，免登记，那免手续费。是啦，来你好。哎，张老师好。小珍哦。哎，我自家的哈。你讲得无良啊。无良收到啊哈。哦好，啊你大赚钱啊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那么报财课的名单弄个上来个老师讲哦，明仔早早去老师来个活动，个伫咱备工作个真正是难做处理。啊，咱那个想讲名，我一定甲恁变嘛吼。嗯，伫这个所在。啊，如果恁也有特别交代讲啊，我囡仔咧创啥，哦，有特别交代啊，我就会个特别个变一摆安尼对。嗯。哦，甲恁的事业，也是恁的头路，也是恁伫这个公司内面碰到什么款的困难，哦，你有交代我会。哥特别甲别工作啊变，啊，让你较顺时啊，你啦吼。那你好哈，喂。喂，张老师。有声。我有声，我要查，我早间，伊就三加一号期。要好期啦吼。好期。好，安保另外慈悲甲恁保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互恁长岁寿大赚钱啊。哦，感谢啦。一算一算哈。那么老师呢来帮咱处理完了后吼，然后佫甲咱吹这个发财咒哦。嗯呐，啊吹这个发财咒吼。从啊咧？对，这就是甲咱这个要现出的这个财库吼，爱一个爱甲你吹咒，啊，互俺别工作啊财神知影讲，哦啊，这是倒一个地主。比如讲是右香哈，这是秋针哈，这个病哦。来，你好啊。好。我说那茶吼，吴太太，来二线，你叫吴小姐啊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。哎，你好，来请讲。张伟啊。啊。生日快乐呀！好。好。你功德无量嘛，身体健康，你食到175啊。哦。有够无？175有够无啦？哦。有呢，好好，有得好，有得好。有够无？好好好。现在不搞你搞，干嘛？我过来听了。那个多你讲了，老师帮咱出这个发财金哦。啊，发财金出完了，后来你那个将咱的发财金给化掉，怎么呢？啊，这罗钱，咱要化这发财金，赶快有哪一边一拜啦。对，这个功夫啦。嗯，这个功夫。这根本一般。不是咱去别人拜拜，偏蛋蛋偏落，不是安尼啦。好。不是。啊，所以呢？哎，安尼是要讲开，都大家讲啊，都世俗人啊。安一个心安尼尔，两相对白，即爱处理哦，一定爱处理。嗯，哎，介济咱诶，即做生意诶，头家，即马拢私底下敲电话互我，拢互讲啊，我即马断了啥要处理，像今仔嘛有一个讲诶囡仔，咩囡仔孙啊，讲对大陆转来要转来讲生意，讲希望看下咱讲会成未，叫我请我甲别工作啊。安尼，请别工作啊！安尼，手洗牙，我甲倒加酒一个。对，打吹来一个。OK 啦，无问题啦，这个工课哦，这我着马上嘛随便啦。嗯，这老师的工课呀，因为咱老婆说有当时啊，你出门无方便呐，啊，囡仔若要甲咱载呢，何故要等伊放假啊？是啦。尤其咱大厝，该当补载课啊，啊，你着交予老师来帮咱处理。要甲遐囡仔补载课，着用你的住址，啊，用因的名就会使啊。安尼就可以了。系啦，因为遐含咱有关系啦，啊，无遐囡仔伊都干才样做呢。伊都唔知影个补财库啊，哦啊，戆戆啊做，戆戆做啊啊，看你做唔甘咩？客人做，你戆戆赚啊。咱人啊，骨力有哪得爱有神助，安尼你趁钱才会大把，哦啊，较会轻松。人得爱安尼，啊无你干戆戆做，做甲上古安尼，佫做不够人开呢，做一人安尼，哦。太辛苦啦，啊为人介个赚点钱吼，拢无看到钱。哎，得老财啊，迄有财无苦嘛。爱闹财啊！啊闹财，闹财你得爱补财火红闹财，啊无有诶贪溜溜开溜溜啊，补了了啉了了，啊开了了啊，唔知补去倒去。拢无看见。嘿啦，嘿安尼较着贪，安尼着免遐辛苦啊。所以嘛，当用囡仔诶名咧，好咧，啊补一下财库，会当闹财。你甲想啦，咱财库金一分一月只300块啦。一个月至少补一间。一工十块银啦，咱有补兵两个啊，有食薰诶啦，减输两支啊，敢是着有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咱看到遐读书要怎啊？对，嗯，啦，
咱个报仔看吼。啊，恁拄则安尼讲明的，即个发挥双手哦。嗯。请教老师呢吼，即个发挥双手意义伫倒位个，诶，重要性。即顾名思义嘛，就是修复个同时，咱都要去修即个智慧，安尼咱个人生才有算出圆满。啊，无你若看足侪老大人哦，伊做福气。有福气。哦，囡仔又好，经济袂歹，不过伊阿担嘛穷苦哩，无智慧，有个人读甲袂歹，有智慧哦，啊、一世人伊都散屁屁，拢无福气。系啊系啊，来你好啊。哦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我咧甲人家播福慧双修。福慧双修哦，你要华人哦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哦，按母娘啊，慈悲甲恁保庇哈。哦，谢谢。哦，你的家里孙啊，大家身体健康，长岁寿，重点顾伊。赚大钱吼！哎，是哦。啊，来一算一算哈。所以这个好回双修呢，吼，至少咱一个月爱一拜哦。系呐。啊，因为那好回双修老菩萨，上咱今日老报名，明仔早起老师是来到咱学堂，留咱某娘的家境，才先甲做处理呀。这个好回双修，咱年会有诶，上了四十过吼，每一人拢总爱啊。一个月爱一拜以上。拢总爱啊，每一人拢总爱啊，因为哦，万般带不去啊。为有业随身呐、啊，咱来出世有那杂业来啦，所以咱来吼、哦，啰啰嗦嗦一大堆啦，啊日子真歹过啦，哦啊要讲个，介一代志拢袂顺事，迄拢有冤亲债主啦，啊即拢爱处理呢，即无咧无代无志个，遐有一世人连工啊，目睭揢两眼要等呢，安怎死个拢唔知呢，老菩萨遐拢唔对啦，咱福慧双修就是咱个经团来甲咱。战经甲咱消灾兼消业，像安尼，甲你大事化小，小事搁甲你化无啦。啊，一个人一个月只甲开600块尔嘛。长乐乐，哦，600块是贴一个香烛啊。哈。哦，咱嘛爱经团嘛爱，所以咱个经团嘛拢爱啊吼。咱个经团哦，一个月来一摆甲咱战经哦，就是咱门啊在呀哦。门啊在，再是9点到12点嘛。好。两点真久个时间要战经甲咱做消灾兼做消业。啊。大事甲你化小。小事化无事，大病化小病，小病看医生，吃药就较轻松。咱都是安尼嘛。哦，今日咱有安尼有咧做，有咧做的人，你家己想，哎，我一月日做一摆，安尼做咧做，哎，有感觉，人身体愈来愈健康，欸、啊，心情愈来愈好，暗时嘛较好困，嘛较袂做噩梦。减轻咱的业障。哦，迄只差足济啦，差足济啦，吼。所以呢，咱家己爱替咱家己做啦。是啦是啦。啊，无人工哦，咱的后生查某囝无一定要甲咱做呢。我都讲起了啦，人工哦，当你的目睭去揢两支甲亮滴哩哦，恁的囡仔上计是揢你留落来钱，真诶钱，去金纸店买假的钱烧乎你，迄叫做骗鬼啦，哎，真实在实在哦。哎，你好啊。哎，张老师。苏龙。哎、欸，我甲阮翁要好卫生收。对，安尼就对啊。安就对啊。对哦，哦，迄真正你都唔知影，食到170块够唔够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哦，母娘啊，慈悲甲恁保庇啊。是龙姐。囡仔大细，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命寿啊！你赚大钱吼。嗯。来一算一算。来一个月，长命乐开600块。系啦。老师是意思是讲，互咱每只拢做会到精神之下。你若讲爱开6000，开6万就唔免啊。唔免啊。600块讲一个粗嘴的，要便当互军团吃，佫无够的。哟。尤其是这中尊。哦，迄一顿食两个便当嘞，足无食哎，哦，你唔知啊，迄我系小弟，啊，迄拢家己的，来闽南人啊，你呐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活动吼，老师去的，所以呢吼，老师无收任何费用诶，哦，咱个贴票一年，剩的下钱咱拢家省省起来，对啦对啦，迄是拢家，经团啊拢家己啦，所以吼，咱唔免开足侪钱，无。现在请一个经团，有哪拢爱开几落万呢？哎喏，哦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都唔是讲300-200都请来行，无可能。而且咱经团是每一个月拢来一摆哦。对啊，哦，所以咱老婆才做有福气。咱这礼拜拜六就是明仔载吼。早时的9点到11点。对，咱经团就要来啊。哦，来占经干做消灾消业哦。啊，你若是有要对拜的人。拢欢迎你有福慧双修，无拢无要紧啦。你拢你来对白拢会使，拢欢迎啦哈。哦，欢迎啦。哎，你好，喂。哎，你好。哎，秋段哦。哎，我来报灾课。好，别工作，给你保平啊。秋段姐。啊，囡仔大细，大家平安健康，给你大赚钱啊。哦。啊，来一算一算哈，来啦。好啦，啊，无咱来进行咱的节目。好好。来操持。机车舞，来看我动作真骨力。左边，右边哦，右边，左边哦。
菜来一出。娃娃菜啊。八六鬼，预备，二三四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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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三四上去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上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三四上去，二三四，四礼拜拖出去，飘赞。我来讲石头伯的代志，你听。石头伯有什么代志？石头伯有一摆伫下港吼，啊，拆一张诶冰块诶车诶火车票吼，啊，要去北部找因查某囝。坐火车，坐火车过棚坑，啊，一坑弄一坑，啊，对啊，哦，啊，伊即马迄个看到火车来，就爬起嚟啊，哦，啊，坐咧足爽个呀，嗯，结果一摆你啊，人就来查票啊，哦，即迄个哦，列车长来查票咧，是啊是啊是啊，阿伯，你个车票互我看卖，啊，切开讲，阿伯，你即张票爱补票哦，啊，补票啊，啊，石头伯讲。喂，你无臭相嘞，恁呢啊？你爱保票啦？你看阮这真他人，迄老人安好欺负你啊？啊，你本来该保票啊！保我一颗小的保票，啊，你我头拄啊要入来，恁小姐甲我交歹，啊，你怎堪要阁叫我保票？啊，好哦，哎，较早的票拢会加交一空安尼啦。石头伯啊，嗯，唔是一空加落，要加补一空，唔是啦。你甲我加歹个个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安尼啦。我无咧。是你停一张个车，这是慢车。慢车。啊，你真坐这台是快车。哦。所以你个车票都要补快车。哦，补钱啦，嘿啦，嘿啦。讲好清楚啊。就钞票讲好，安尼就简单啊，就好处理，困难。钱个问题尔。哎呀，困难啦，咱啰啰嗦嗦。就啊，所以就我甲你讲啦。你要保钱？我要来去台北吼，我无赶时间，你叫司机开较慢的就好啊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他完了啦，完了嘛是不爱保钱。哈哈哈！他都无咧赶时间，你开到紧的，讲快车要，叫我补票。真卡人就是安。啊，出门哦，啊个真卡人过去较早，个拢无读册哩，啊像个青梅古湾啊，哦，啊人个人古早人一句话咧讲。努力吹，哦，用问的，唔捌爱问，唔好看到火车，啊，就爬起嚟。哦，有时啊，有时啊，你要上班，拢坐落南的，他会拢坐板鸟去。你要去台，要去台北转，你个用坐板鸟去。哦，啊，就分你啊。所以爱问一下，哦，要坐，你是第几月台，什么时间要坐对台车？啊，坐好对。啊，你遐等车人，你有哪甲问一下，讲啊，少年呢？啊、我这张票要去台北的，我要直接坐对不对？我阿伯对，安尼个明了啊！哎，安尼问一下，问一下，看放心嘛。免惊歹势啦，嗯，嘿啦，你努力催人啦。我阿妈讲努力催，出力免惊歹。我阿妈唔捌字呢。啊，阮阿姑一个伫屏东，啊一个伫台中，一个台北啊。哦，该是安尼啦。嘿，北中南拢有啊。北中南拢有。是拢用假的，还是家己去啊？假的啦。啊，太够假啦。我哪知安怎假？哦，啊，就即摆哦，阮迄个，阮迄个啥，迄个阿嬷是安怎？你知影？伊就先坐车去屏东，去屏东住两工啊，再个坐车去台中，啊，台中住两工，再坐车去台北，台北住两工，再坐落来台中，台中坐落来，再落来，阮个屏东，啊，甲等个东港啊。哎，恁嘛袂歹嘞吼。不过三个姊妹也乾坤。为啥物？那个屏东甲台中讲，啊，台北伊多去一工，啊，阮只来两工。你咧去怎管？啊，你去。无啦，后壁我结讲的，后壁即我结讲的。几只砖？啊啦，啊所以啊，你看伊唔捌字，啊伊讲啊路都离吹。一世界有头头。啊唔捌，
伊讲啊，你敢看？我讲阿妈，你敢看有迄字？你讲我无啦，我甲你看迄，我后摆你后摆读册啊，我著问人就知影。对啦，人个有诶，佫介好咧，佫佮带较厚咧。好啦好啦，咱食老都无路用啊啦，啊，著身体顾健康啊。哦，那有啥咯？像咱家己诶，啊，身体顾健康。咱有介侪人哦，咧身体拢顾袂健康哦，啊，听人一寡遐有诶无乌白衫乌白食啊冰啊食啥食？哎，唔好啦，唔安尼做。即卖年代吼，咱爱学较巧个吼。尤其是咱即卖现代人个压力介大，咱有个老大人讲：“啊，我若无咧做工课，哪有压力？”哟，啊无，半闲闲。你哪会无压力？太有诶！你烦恼囡仔趁无食，这嘛是无闲压力。你烦恼孙仔学歹，这嘛是压力。你烦恼人个迄个囡仔当然无饭通食，这嘛是一种压力。你搁烦恼吼，即间厝啊无顾起着贼头看要安怎？即种压力啦，无形个，即种无形个压力啊。哦，啊，压力会低血压，带头壳病。嗯，他较个戆啊。啊，咱啊压力大诶人会带头壳病啦。啊，头壳病，你有规个拢伫头壳里哦，反胀嘛吼。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。啊，有介一代志会胀啊，你落啊，你拢带头壳病，啊，记忆就歹啊。拢身体哦。啊，都阿淡啊，恐惧你啊。啊，你免怎？你免烦恼啦，迄头查某人生产了后带头风诶，安尼晕，安尼戆，安尼疼，你哪免烦恼？有人带三四十担。拢往咱个方法挂紧着个办起，头壳病挂紧点起来。哦，啊，有诶，阮遮老兄弟无，迄早时啊吼，伊若去拢去洗耳房，拢往个塑胶袋啊灌，迄感冒药水一摆灌看六罐啊一担，迄落若到过头过吼，啊着哦，人家像安尼。五神啊，五神啊。迄着是因为哦，你过到过头过来了，你个体力拢失去啊。哦，咱年岁有诶人，咱个器官袂当像少年讲。哦，两三工、两三暝、三五暝无睏，那个我紧。咱一暝无睏，咱就睏三工，就补袂转来啊。哦，你无电啊啦。诶，原来身体无同款，啊，所以足侪老大人，不管查甫人、查某人，早时啊起来好好，差不多到头啊，就开始人就开始软落啊。无。啊，头壳就开始晕啊，开始戆啊。无电。安怎会吼？今仔一个方法，互你充电，啊，互你头壳袂戆袂疼。啊，人体力精神够好，安好唔好？查某同款，拢用这个方法下来操持功夫。树到丹田尽开，吹合合爱提竿加针粒的。好，我来讲伊。正平一连，正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倒平一连。头前一粒要坐较好伊。二就是两年、三年、三年，一口气过来两百斤啊。好去。我来讲伊咩？是是。我来讲，是是。我来讲，三，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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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赞。超级笑话！今晚在讲笑话啊！老师，你爱讲啊正经的呢，袂使讲迄个无正经的笑话啊！我讲有一间公司啦，啊，就要办迄个员工旅游啦。哦，要去游览吗？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好，我大概坐坐咧呢。都欢喜的。是啦，啊，当阿花好起来哦，所以无椅啊位通坐啦。哇，啊，唔用徛的啊。对啦，啊，大家来甲开啊！阿花是迄个外省人啊！小姐，小姐，无椅仔位，我叫人坐坐我大腿。坐这里。阿花讲，我是千金呢。千金啦。我千金小姐，千金咩？我是千金呢。啊，大家讲，那我要进。我千金。你千金哦？啊，我这里刚好有千金顶啊。新北市王小姐点背歌，来山姑娘要出嫁。
叫啊，扯淡了哦。一个来山小姑娘，无像做伊就飞着，脚脚咧咧一直去，无惊后面换地球啊！嘿咻嘿咻嘿咻，不知要嫁去佗位，并无来对阮公子到底啥原因？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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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下我。最后起一面，饼甲大开喘袂停，哪知就差半分钟，新娘已经招桥顶啊！不知不觉对你去，无记你并无冤头，好人想袂到。太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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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山。送你离开，连一句拢无安慰，害我白伤心。害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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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啊伊会给别人。害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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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领花轿，古早北京人拢着。头拄只咧关心着咱这个头壳吼，咱那个头壳病，有即目前有头壳病的人，我讲你的福气来啊！有当时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就改变着你的运命哦。所以，若是讲真有带头壳病的人，我讲你的福气够啊！你免阁烦恼为着迄个头壳病哦，你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，总是人安尼呢？有法度止痛止疼，尔无法度长久。哎，唔对啦，哎，唔对啦。咱那个头壳病吼，要讲开，按张伟志二十多年来啊，唔知甲偌侪人的头壳病病根拢挂紧啊办开。上届予我会得阿乐称赞的，就是甚物人，你知无？曾经伫个二十几年前，啊，我伫广播电台，啊，就是咧关心咱的头壳病，啊，咧关心头壳病。录节目了后。有人敲我的手机啊，唔是这个号码，是另外一个号码。敲我的手机啊，伊讲稍等下，你若有闲，甲我过来一下。讲好，这人咧讲话口气哪会遐尼啊大？是存足济呢？啊，有遐存足济啊？哈，咱讲真正。啊，我心肝想讲啊，我是人，我咪狗啊。你考会落来，考会落道理。我规工都袂应付你一个人尔。我解决代志，我爱处理。我讲你甲地址，互我。哦，啊我。这两天找一个用的时间，我顺续胃也过了。第二天我就过了，我想说他可能人太艰苦，我过。你敢知道这个女人，她家是很有钱的。如果骗她的财力，不要说在台湾，你还全世界要聘请最厉害的医生，她就有能力就对了。钱对她说不是问题。不是问题啦。但是她偏偏她倒眠床已经倒半年了。倒眠床倒半年哦，我说哇，你现在怎么倒？伊讲吼，我连坐都坐袂住啊！迄倒到规间厝，俺胖俺细啊，戆啊，戆戆甲现咱吐，连咧青蛋都吐吐出来，拢爱靠食药啊治啦。
我的医生的朋友吼，讲我这世人头壳病袂好啊。伊的朋友咧做医生，讲伊的头壳病袂好啊。我迄阵我著解方言啊，讲靠迄个病袂好诶，啥物年代啊靠迄个病袂好诶。我讲来，你有去做啥物检查无？我一直甲问嘛，啊详细去甲了解。你若讲啊，你头壳有生脑瘤啦，生歹物吼，我著无法度。对不对？结果甲这电脑断层做起，讲也无安怎样做核磁共振，也无啥，拢同拢无。我安尼就好处理啊。伊讲你唔好分家规啊，讲我袂分家规啦。你一月日的时间给我，一月日第三天伊就甲你卡给我啦。第三天啊，伊卡给我吼，伊是安那呢？伊甲我讲，吼、哦，你敢知影吼？我半年来吼，我唔捌家己爬开病床头只坐啦。我今仔日吼，用你的方法第三天呢。我就会当爬起遐坐啊！有法度爬起来呀，无伊较早是拢无法度，拢倒病。伊拢倒咧，拢讲倒里面床倒，啥大那药啊食袂赴，啊是迄落叫药效过，有当时啊戆到连里面床卡落来都。不可能咧！迄真严重咧！啊，结果的时阵哦，我来讲啊，安尼你的头壳病会好，差不多二十天尔。伊家己开车哦。有法度家己开车。家己开车去诊所找因迄个朋医生的朋友。去甲讲哦，我若听你的话哦，我即个运命拢死伫你的手里。啊，你一个医生，你较输一个赤脚神啊，讲我赤脚神啊，因爸安尼较好。讲我家姐我嘛咧甲你，讲你若无我，你头壳就倒该做椅坐，我无能要该坐哩。讲我赤脚神啊，伊讲吓，我看你即个面色，啊咧讲话啊，种种大项，拢比以前较好看呢。我讲哦，你真正较输一个庄家囡仔，臭我机真正会几多啦。我这个头壳病，你讲袂好诶，啊，真正咧，伊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，啊，袂好就是袂好啊。到落尾去用我观念方法，已经好啊。二十外天来，你甲看，我都要徛咧，呼呼叫，呼呼叫，无咧电转无。够我都骑机车。哎，伊你好啊，我偌水诶哦。说头壳病挂紧张起来。真，你健康人嘛，差不多七十有啊，真啊，差七十有啊。哦，啊，搁一台我都要安徛去徛落。所以吼，你若有带头壳病，你搁有啥物通好烦恼？啊，其实是安尼啦吼，因为咱人啊，一旦到一个年岁来啊吼，咱介侪人拢会旧咧，别个安尼满身全金条，啊买衫无半条，啊无就是咱边边疼，头壳中心疼，啊疼到对后头骨落吼，头壳疼，安胀胀大，迄血拢沁袂起哩啦，哦，血沁袂起哩，啊，佮有个人心脏拍无血，哦，血无够，拍无血，啊拍无血，心脏会加速啊，啊加速到落尾，心脏会颠大。伊到落尾，伊会心衰竭。嘿，无命咧！所以你感觉讲，你呼吸不到空气，血无够，变高血压较危险。嗯，你无够血。那么你有够血无够血，看你的肩胛。安怎看？第一，看肩胛，肩胛若像安尼，就是表示你血绝对无够。这无正常。你看介济老人的肩胛就安怎？哦，少年人肩胛袂安嘛？表示无健康。你像有这个肩胛安尼，摕物件用只上杆啊，开始食落。唔敢。过来，有个人肩胛伊袂安，不过伊做个落头毛。头毛会落。哦，也会头毛会落干。即个还阁无算严重，有诶阁严重，甲身躯洗好吼，迄水缸起来安规个呢。哦，即回嘛拍袂起来，咱头壳。对啊，啊，即个当初食物件煞变无滋味。所以你会愈食愈重咸哦。你无到岁，到尾啊，人就介够生，介够忝。坐个拄久伊啊。你看老大人打困醒起来，坐你啊开讲嘛，搁咧拄久呢。嗯。哦，啊，若有慢性病，药通食袂行。伊你血无够，伊有哪解送袂到？啊，你愈食药啊，愈食愈侪，啊，病愈重。啊，有诶来记忆开始歹。哦，啊，暗时袂困着，即摆来到落尾造成啊，你血无够，佮造成你神经错乱。你讲我敢若看到乌影，敢若看到鬼安尼无？迄毋是看到哟。迄毋是啦，啊，佮来有诶较严重诶，佮大小便失禁诶。所以有足侪老人在临床层顶爱下药足啊。对啦，所以无够血人介侪。譬如讲，甚物款人容易欠血？你即像真诶西药剂人，你讲洗甲面拢乌乌诶，绝对欠。迄血就一定无够嘛，所以伊就是洗到尾啊，拢倒临床层，毋敢落临床。落来就随便伊摔落啊，伊就戆去啊。血无够。血无够嘛，因为血这血抽去啊，佮送倒来，哎，家己本身做血就变歹啊。嗯。佮有个人就是咱哦，迄个食素的人。哦，食素食的人。食鱼食肉都要菜加，你着重头轻，你血一定无够。对，啊，佮有手术过，老血血呀。哦，啊，佮来就是咱迄个糖尿病的人吼，咱迄糖分较大，可悲，到落尾就散落。即阵目前若有慢性病的人哦，你一定会欠血，哦。啊，过来就是你的慢性病药通食较袂惊，过来是大腹肚生产了后的查某人，你做一月日的月来是补袂到的啦，哦，过来就上了年纪的老大人，
因为咱年会有啊，咱这组机械做会功能较歹啊，退化去啊，是做袂到有咱年会。做不到啊！你若看迄老大人啊，食到几百岁，迄就是会有够，伊靠我多食到几百岁，啊无无法度。佮袂到破病。啊，查甫人同款啊，人老祖先讲的三滴血一滴精啊。所以呢？啊，你都血无够，你免做有够的精髓，啊，无精髓就袂把天就袂笑着啊。所以今仔张辉一个观念方法老难，有头壳病、头壳戆的、头壳晕的。哦，啊，边边疼，头壳中心疼，疼到头壳一粒两粒大，用要憋破的。哦，啊是带头风的查某人，啊是咱查甫人未笑着的，血无够啊，无多做精髓啊。嗯。啊，头壳嘛戆，头壳嘛晕啊。今仔一个观念方法老难哈，一减二苦，忙哪个减四苦啊？来，无任何主笔敢保平啊。哦身体健康，食到175哈。对，是人的性命爱有够。今夜做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侦查队队长李正芳。现在网络投资诈骗多，防 AI 诈骗最好的方法，先与亲友建立通关密语。最重要的是要再次打电话跟亲友确认，才不会被骗。诈骗集团会利用职场新鲜人没有工作经验且急着寻找工作的心态，如果误入陷阱，除了可能背负前科外，更有可能负担高额损害赔偿，不可不慎。如有发现可疑，可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专线咨询。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关心您。来哈。规工呐，硬戆硬戆，啊骂西骂西，啊暗时真歹困，啊人拢总无体力。我来讲，今仔日哦，手里摕这罐叫做保红素，迄真正逐摆回来拢叫甲无回来买。来看咧啊，看咧啊，规安东的哈，而且非安东的吼，咱的保红素吼，保红素，美国进口的哟，这正美国进口的，保红素哦。来，我来讲，这是人的地基。啊，这早暗一粒就好啊啦。哦，食饭饱的正。哎，食，一早时啊食一粒，啊暗时食一粒。这一罐1000，三罐一组，安尼叫做3000块。2500就好哈。你但咱2500块，两千五哈，安尼个赚啊中五。来，我来讲。电话靠通的话，我有跟公司争取两罐啊。刷你电话靠通，老师给送你两罐。安尼开2500啦，最俗个呀，一罐喝到大才500块啊。是啦，啊，就是这月你同款，我阁有加加一罐，这到月底就好啊。好，好，今仔日有买，阁加送一罐啊。电话靠通老师给送一罐，这罐阁交你啦。因为是买一组送一组，拢总6罐了哦。来哦，咱那个力量可能到明仔载了无啊？发财龙吟。哎，咱的发财龙吟啊。可能到明仔载都无啊，无个完全拢无够哦。有有有。咱这龙吟会当互咱招财进宝。来啊20组就好啦。20位才有优待。20位啦哈，什么人靠福气的，一通电话就改变咱的运命。做对的决定。北部5组。北部。咱北部乡亲好朋友，电话赶紧拿开，绝对忙输人。好。你这通电话就咱的运命就改变啊，你人就轻松快活。来啊！中部有哪5组哈？中部、南部嘛5组啦哈。南部、花东、平湖有哪5组啦哈？又在20组呢。安多20位啦哈。好，20位哈。拢总6罐呀。对，安尼早暗一粒就好哦。食饭饱食。免食济哦吼，早暗一粒就好。那么即阵买即罐同款有送互你。好，加一罐啦。到月底。好。后月日就安尼。5罐2500。我讲的是真的哦哈。嗯。好，来，你茫当作我咧讲假哦。五啊，今仔有买我安尼。买3罐，2500，搁送3罐，拢总6罐呀。6罐，啊，搁有加一粒，咱的发财龙银。好，咱有摕着发财龙银的人，你爱你家藏好啊。过月过开始发威啊！好，来0800-0012-589的电话哈。好，咱今日一工了，来就会无货无货，你个爱搁等介久哦。所以恁若是呢，厝内底剩一罐2罐的吼，恁个爱赶紧叫买起来。对，啊，咱呐做工课人，这个早暗一日咧吃吼。咱工课咧做也较袂忝，尤其是职业妇女，啊，尤其咱查甫人个，当互咱加面板。对啦，来你好。这个工课这保安做者。来一刷，谢谢宝玲，我给你保庇啊，谢谢啊，老大你。新朋友，恭喜你。安尼你得每个礼拜啉感冒药水啊。哦，咱就袂硬讲硬讲，骂死骂死啊。对啦对啦，来你好，喂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咱到位。我住伫国姓乡诶。哦，国姓乡啊，吼，来二刷宝玲，给你保庇啊。这位嘛，新朋友。哎，你好，喂。喂，我红山
你阿瑞啊吼，哎、欸，来三山阿瑞啊，来谢谢啊。咱保房所你只客人客袂搞啰嗦啊。来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、欸，小春哦。哎、欸，欧进哦。一组。哎、欸。来四山保娘，给你保平安啊，谢谢啊。这一组够咱全家人。来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、欸，庆幸兄哦。哎、欸，保房所一组。哦，我这华人呢，会好家人呢。嗯。来来来，我算。那么咱公司的产品哦，价格咪只用两组样哦。哎、欸。两组样，咱个呢加上咱一盒中澳茶。两组有两粒的这个发财龙眼以外，佮加上一盒中澳茶啦哈。嗯。一盒，咱的诶，这是养生茶，这不是茶心哦，不是茶米哦。伊无咖啡因的哟。诶、欸，啊，伊咧一包泡一千 CC， 啉到中昼，中昼泡一包啉到夜晚。就喝你们个鸡碎的、哦。是，那你好啊。好啊，我保安做两组。两组诶，简小姐吼、哦。哎，对。啊，你一人要甲两组。哎。哦，恁都系龙潭啦吼。哎嘿。安尼就搁加上一盒茶啊啦哈。好好。好，来二算。安尼中澳茶个有啊哦。有。哦，这中澳茶足好啉的啦，可当止水打啦。伊就是有买过。有。啊，有食过，啊，伊就信心会当买两组。对，安两组。啊，咱唔爱买过，人先买一组吃看呢。嗯。这都一罐吃袂，一罐哦，刚一卖讲啊，一罐吃袂完哦，吃几工啊，你就开始饿了啊。你个家族有体力的呀。你讲啊，娘喂，我人较早买，我干嘛加开我真久。恁那老婆生老去做，你个较有动啊。来你话。啊，我阿婷啊。小钱，小钱哦。好啦。哎，这摆跌当你。保安嫂。啊，跌当你娘，我要进门。哦。太害了，我要去公园要上班，我要去公园交钱，要上班。哦，安尼哦，无娘给你保平啊！啊，来一算一算一算哈，来你看啊。喂，我今麦在看这。嘛是花莲哦，桂兰哦。这是，哎哎。哦，你的寿丰乡嘛。我这是潭干。来，稍等下来。来二算二算二算，哎呦啦，恁保安所呢，有咧只咧卖烟公烟公，马西，人充满体力，继续有元气嘅。头拄只咱呢个惠兰，你都爱食迄个金银花啦。有。哎啦，你爱食金银花哈。有啦。0800-0001-5800话来，你好喂。两位老师。哎，给那个金龙叔啊你。哎，我那个保安所咧一组。一组吼。哎。基山啦吼。对啊，安保你嘛，给你保平啊！来三山，安尼个对啊。来你好、哦，喂，电话通啊嘞？困你呀，就迄个，安那，别空话。哦吼。保安手机错啊。哦，你每会吼交钱哦。有，我想讲困你啦。来一算哈，我当作你困你。嘿呐。安那困你，我要夜真是来变啊。啊是哦，但是人伊住介远个。介远我。住交钱个嘞。我跟你们争卡了，唔好啦！关键咱咧帮手咧，只咱几种有体力咧，有个查甫人跟我咧加面班啊，啊，个两分外钟尔啦，来啊，北部两个，啊，中部两个，啊，南部两个，个六组倒下，算有六组，个六个倒下，关键卡，一组有一粒咱咧诶发财龙眼啦，过了后个春果关了，哎，你好哈，你好，哎，明珠，我要金骨溜诶，金骨溜诶哈，来三山骨溜诶哈，三山，来你好。哎、欸，孟琴哦，小姐，哎，美翠小姐呢？哎，来四双，来四双，谢谢啊。那你好，啊你好，小琴，我台中，哎、欸、台中，哎、欸、北区，哎、欸、小琴安娜，保安嫂，哎、欸，你敢要买过？买啊，我食几啊年啊。哦，食几啊年啊，来一双啊，谢谢。哎呀，人食几啊年啊哦。啊，保安嫂食几多？哎呀，人家有交代说，你新朋友，我讲听哦，新朋友你较紧关。咱介一个老大人，伊就是有迄个观念嘛。嗯。伊知影咱年岁有啊，伊会食骨肉年，就是伊天伊会往这甲冻的冻骨肉年啊。对，嗯。哦，你食愈久冻愈久呢。哎，这就是安尼。来你好，爱听油条。爱听油条啦，来你好。喂。哎，红辉。张老师啊。哟。我要做迄个叶黄素啊，搁做迄个虎宝灵。哦好，叶黄素一组，虎宝灵一组啦哦。哎。安尼中后地搁加上一盒啊。来二算。内行的。来你好。哎你好，我要二组。银杏好不？银杏啊，阿天哥啊，吼，来三双，阿天哥啊，来三双。赶快来发财龙银送你一个。来，你好。我拄好卡啦，我是无搞两组四，你要哪个？我你寿丰乡我知啊。中山。寿丰乡西。哎啦哎啦，中山路遐啦，我知啦，有啦有啦，有啊。那朋友啊。好，有啦。我搞两组四，你要哪个？有啦，有吼。有啦，嘿啦。
子，哎、欸，最后十分钟了、喔，哎、欸，没烦恼。好呐，哎、欸，我讲有，你就免烦恼啊。有啦，嗯，该、欸、给你就收掉啊。恁公司的产品，刚刚咪只要两组，也拢总有十二罐哦，佮加上咱一盒中澳茶哦，爱会记哩哦。来啊，中澳茶咱一个茶包呢，吼泡一千 CC 的水，唔免过煮。对啊，伊这袂甜啦，无糖的，啊伊芳芳，啊介好啉，无咖啡因呢。哎、欸，啊啉了暗时佮会好困，佮会止嘴干。哦，真正啉了你会饿了，啊啉了会刷嘴，啊尤其是呐食油汤哦。对。啊！你用诶诶，这茶吼，啊，甲落落个，啊，甲吞吞诶，啊，嘴足清爽诶。好。哦。来，你好啊，喂。美惠。张老师，我要加一组。你搁加一组啦吼。啊，你搁加中澳茶啊。来，二算，加一组哈。啊，咱食任何产品拢总会当用咱的中澳茶来配。是。啊，我来分吹啦。那无啥继续讲。你敲电话，电话有通拢有啦，要一组送一组啦哈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。哎，阿爷啊。哎嘿，要中澳茶啊！好，来一扇中澳茶，一扇，来一箱。哪款？继续卡电话。三盒的哦。三盒哟，嗯，三盒是咱家己哟，会进赏哦。啊，搁有咱的陈大姐爱听的一首歌曲哦，叫《等一下哟》哈。哎，这首歌呢叫做是呢《风雨情》，来咱山上老婆山呢来到店来欣赏，来应该好听啊，《风雨情》。
真济代志吼，表面看起来，敢那像个代志真圆满啊，哈啊处理好势哈，啊唔过偏偏，互你有一个错觉。错觉。嘿，咱像咱去咧甲买物件，买物件，啊你买物件吼，讲来，哎头家。我跟你买200块，譬如讲200块减啊，安尼来讲，可比讲安尼来讲，200块的减啊，啊，即摆200块的减啊，你摕200块好呀，对无好呀？啊，讲啊，头家，我无想要买遐济，我搁还你一半，伊即摆100块摕好你啊，对无？摕还你啊，你来甲头家讲，头家啊，安尼唔对呢，啊，我有摕一包好你，你唔知。爱摕一包现我，伊讲啊，我摕一包你啊，无咧，即一包是我摕，感觉跟你换呢。你讲啥？所以，介个代志就是有当时啊，表面上看起来介奇怪啊吼。我讲一个故事给咱听，有一个足炎热的天气，啊有一个庄头吼，迄庄头的人吼，要讲起来拢安尼，像安尼介慵懒呐，吼啊，因的信用拢袂歹啦。但因咧要讲，家因咧信用袂歹，啊，不过介歹趁食，啊，都要讲，大家拢歹债务啦。哦。迄个所在都歹趁食，啊，拢靠信用咧过日子就对。啊，累一个。啊啦。那么有一天，一个对外地来的一个有钱人哦，伊拄啊要讲个，拄啊开车通过着这个镇上哦，啊有一间个汽车旅馆啊，啊伊就停落来吼，摕1000块，放伫柜台顶面。伊讲我要先看楼顶的房间吼，有一间倒一间适合我的，通去过暝啦，安尼啦。嗯。爱放下就去哩安尼。可以参观房间啊。啊，当伊去哩的时阵哦，这个旅馆的头家哦，1000块客，拢走出去啦。走出去对。走出去哦，迄个砖头咧台地的遐吼。台地边啊。摕1000块行伊啦，讲吼。我欠你1000块行李哈，我无欠你啊。我1000块，跟你付清，付清啊吼。哦，因为这个汽车旅馆的欠台底的欠1000块嘛。这个台底的转主意1000块客人哦，拢走去饲料店哦，拢行迄个卖饲料的讲来，我欠你1000块的饲料哦，1000块行李哈。我无欠你哦。有，安尼伊就无欠的。即马这个。卖饲料，即卖饲料1000块客咧，伊走去对你怎样？走去个大卖啊啦，大卖店。去甲大伊小卖嘛，啊大卖伊甲大卖欠1000块，伊摕去1000块迄个大卖了。我无欠你哦。我扣互你，我无欠你哦。即个大卖1000块客咧，拢走去对，走去查某囝啊。要创啥？啊，因为伊去开查某有欠少啊。开查某欠少啊？我无多经几摆啊。伊就有哪摕1000块互伊啊？迄个七啦，即马人行1000块，伊转1000块去走去一个旅馆，你知无？原来的旅馆，你头家。吓啦，去种啊，你敢知？啊，都有欠你房间钱，啊1000块行李啊，啊放你柜台啊，伊就走啊。我无欠你哦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即间汽车旅馆离迄个人客落来吼。参观房间嘞，参观落来拢改1000块客讲，你的房间我看袂下，我买来走啊，伊1000块客拢走安着对啦。你敢想？所有欠人的钱拢还安尼？哟，对不对？全部无代志安尼嘞？靠代志，旅馆的客1000块，去管理了，要讲个，伊就去行台底的去行饲料的客去行迄个大卖。啊，搁摕去迄落迄落，行七啦，啊七啦，搁摕去入旅馆钱，拢是1000块啊。安尼，遐钱拢行了啊，行了啊。结果这1000块，迄个原本放里啊，去看房间啊，讲你这我看袂啊，伊去搁地搁走。哇！安尼搞三个，听个计算大拢钱行了啊。哟！啊，唔过事实上都唔是安尼哩。事实上嘛是安尼呀，钱拢行了啊。苏西嘛是阿咧呀！啊，即卖诈骗集团作济哦。老三，你看安尼节目，拢爱穿插着咱
公益。啊，这个警察队长加咱的阮副队长，啊来甲咱宣导哦，一寡这诈骗的这个手法，这手法是安怎啊？叫咱要哪预防安尼？对，即卖 AI 太厉害，你听到恁查某囝、恁后生的声音，无一定是恁查某囝后生的哟。啊啊啊！所以爱注意。好啦，咱来点歌哈。点歌时间。7890880啊。7890880。一通两讲三句。对三句。我大队，我什么人？我听什么歌哈？简单而要又明了。哦，小汤汤。小汤汤。哎呦喂啊！壮汤汤。阿瓜别瓜不？汤汤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有啊有啊有啊。哎，够嗨呢，有影呢。喂啊。喂。哎，小慧。红豆。红豆吼，拜拜哈。哎，红豆拜一两下。来，你好，喂。你好。晋商哦。咱在前南手。前南手该拜几个哈？哦，拜拜拜拜，那你好，对老师，欢迎，哎哇，你好，在北地上天 ，OK， 跟你拜三好哈，欢迎，好好 ，OK， 拜拜拜拜，那你好，张老师你好，阿英你好，吴春姐，哎，嘿嘿，我要点一条，牵手做阵行，好，我拜四好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拜拜，那你好，喂啊，便当车啊，便当车啊，我点一条迄个古井的三呢。三年古井啦，三年古井讲，古井个三年，啊，阮甲阮个郭大哥问好者，我真久无听声哈，好好再见，拜拜拜拜，哎你好，老师，拜托我要听温暖的双声，你算吼，哎对，好，我要拜两个月哈，好谢谢你，拜拜拜拜，哎你好，哎你好，哎喜笑无，嘿嘿，我点一条心酸酸，心酸酸哦，哎，你食咧无啊？我心肝酸酸。老话搁加食咧嘛？吼，食咧我袂歹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谢谢。老话唔敢食咧梦啊。老话伊唔敢食咧梦。为什么呢？啊，看人油油啦。喂啊，喂。喂。哎，明进啊。嘿。嘿。嘿，我等那个。哪个？车。我牛车该拜拜好哈。好，谢谢。拜拜拜拜。喂，你好。老师哟，小先生。我点着心酸爱人。心酸爱人吼，我给拜九号哈。问下一条哦。问下的吼，老歌好好，我拜九号吼。拜拜拜拜。来拍先哈。搁一条。啊，搁留一条哈。嗯。安尼留一个西尾啊。有啦。啊，有啊，真正是真。对咩？啊，就一个。大家拢留一条。大家拢爱留一条的。你上好是卖个起来。卖个起来吗？即马人起来，咱都卖来食。我爱食嘛。我爱食嘛。我爱哪款？好，敢无志气？对咩？人就买点嘛，买点就好啊。就是讲嘛，啊，不过有人看。安尼讲高正木啦。啊，无过来食。喂。老师你好。哎，红英。我红英点阿母的手。阿母的手呢？嘿嘿。好，阿母的手给咱来听，啊，做到给咱，我怎么啊？来 KO 哦。KO 好所在。中华 KO 啦。好所在。八号的呢？八号又是咱的民族信仰。嗯，啊，这卡层无信。有啦，人顶个月的月初当啊信尔，好无？水茫茫。
这个我拿这点的歌哦，嗯，是来做艺术的。哎、欸，老师，你搁做认真啊，那笨呢？哦，那個、我家己阿姐呢，存这点名，存这点，其实，哎，过去较早有那佚佗南北二路的纵贯线。啊，所以用捏的对啊，用那里佚佗的拢用捏的。唔是用捏的，想迄、那个存这点名，就是讲个盖亲呐，存这点名。什么人家甲动了一支卡毛？嗯，我含伊袂得的。佮倒霉。哦，阿姐，我安尼讲点对对吼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关心咱的老婆婿的身体健康较要紧。老婆婿咯，咱人哦会搞破病哦，原因有足济啦。啊，其中一项是啥，你知无？对一项。太高油。太高油用食的哦。啊，咱迄油钱的物件。嘛是太高油。拢太高油。哦，以前吼、哦。咱哩阵敢地沟油，看咱食偌济，平均一个人啊食两公斤呐。台湾哦，一个人平均食到两公斤，啊，所以拢生歹物啊。哎，太高油啦，那这个太高油啦，这条的无排除是生歹物呢。嗯，你茫看看。哦，但是有人排会出，有人太排袂出哩个。哎，啊，你排会出，排袂出，看身材就知啊。好好。哦，以前做少年家的时阵，做早囡仔的时阵。你少年嘛，伊代谢好，啊，代谢好，食了伊就放水，食了放水，所以身材袂走精。嗯，啊，你即摆年岁愈侪，代谢愈来愈歹，伊就一直吞食吞食，啊身材就走精。含量。啊，所以身材若走精，毛病就来啊。吼，我安尼讲，你就哎，有影专门讲安有道理呢。身材若一旦去走精，咱的毛病就来啊。哦，啊，咱的要讲开，你若太过油，太入目睭。目睭，目睭伊就无言呢。迄食食，迄个食目睭也无效呢。你太过油无清掉，食目睭也无效呢。你营养会送袂到，目睭食。哎，啊，看眼科也看袂行呢。啊，伊若太过油太伫心脏里咯，你心脏无安怎哦？毋过心会包油呢。心包油会惊伊个。会急排呢。啊，伊若甲你太伫肝会包油呢。肝包油会肝硬化呢。啊，腹肚会膨起来呢。会腹水。会鼓胀啊呢。会变肝癌哦。还无药啊呢？哦，迄油若无下掉，你哪无药啊呢？啊！伊若甲你塞伫个油脂，油脂茫啊塞伫来洗油脂呢？嘛是太过油累积个。拢太过油，哦，拢总是太过油。你看查某人做查囡仔足水，啊，嫁翁互翁家己操大了后，操大滴啦吼。唔对啦。哦，互因翁家己富了后。唔对啦。哦，唔对。人家去幸福肥。哦，叫因翁家己幸福了后。肉啊，反正总是互因翁家己地家拢大锅开啦。啊。阿妈棍变粗，啊，肩胛头变高，高起来啊！啊，手口肉会慢，海海绕绕，蝴蝶袖一样哦。啊，两粒拢垂落，啊，要多长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大不多长啊！脚掌变大开，啊，大腿拢变粗，那长腿嘞？迄就是代谢歹，啊，个静脉曲张，哦，啊，浮夸起呢哦，这啊个。头拄仔真个浮夸，今这还阁无算严重，迄有浮夸偌严重？浮夸怎像要洗油脂啊？咧代工安尼？哦哟，啊，迄足恐怖。伊这吼会引起咱肺部栓塞哟，迄无妙，所以静脉曲张是真恐怖。是啦是啦，啊，搁来一点就是吼，太高油除了把咱的五脏六腑遐会无必要留伫身躯顶遐太高下掉了，你人就轻身啊嘛，人就要讲个就健康啊嘛。无太高油，无太高油了，你的身材就水开啊。唔是减肥哦，无啦无啦，减肥都无，减肥佫无简单啊啦。我讲吼，我讲食一顺啊，佮大苦起来呀。啊，你着代谢歹，毋着大苦。拢唔敢食。人个食放出去，啊代谢出去，啊你毋是食，拢调个，食调，无怪你会大苦。你看英阿头啊，哦，英阿十外年前讲来公司要因要做主持，啊阵我毋捌伊，我看伊打入来讲，这应该是要来清便所。哪有咧？即卖应该十外年前，啊，十外年前你敢知影是安那？安那？来看一下。好，来，看。十外年，哈哈哈！真是七月，四月。我讲七月，我登记个。对啦。较早应该安那。啊，下太高油哦。即卖太高油下掉啊。你看腰身拢走出来呀。啊，腰酸呢，部脚床倒倒。经过十外冬安尼，老师你嘛同款啊，你嘛是下太高油啊，但是太高油下完了哦，下完前。较早我着安那，即马较缩结落。哎，真正嘞，搁多少嘞？人讲缩结落，啊缩结落就未搞破病，啊人就较少年开。嘛是爱下太高油。哎啦，老婆婶，你若安尼以后，你就未搁去开冤枉钱，乌白食东食西啊，你就免巴肚咧做药毒啊啦。你个太高油啊，下条有足侪病，是唔免食药，唔免看伊心脏家己好个呢。因为你遐全部拢是太高油累积个。遐拢是太高油造成个呢。啊，你若遐太高油下条哦。
迄人轻松，哦，佫袂搞破病，哦，安看外好势，佫轻盲，诶，人就是安尼做嘛。所以哦，咱啊过去较早，哦，你有都有这方面的困扰，讲哎呦，有影啦，啊都小可食下大苦，啊无就是哦，食下病啊，看袂遐病啊，讲搞啰嗦无吼，啊佫啊心也包油，肝也包油，啊腰子也无好，啥有诶无吼，啊浮加紧。你只骨油啊，将军下下掉。太过油，规身躯诶。迄就是你的中原头啊，迄中原头、蛤蟆头，甲上乌行哦。好，我规身躯的油不应该流啊。太过油。下下掉了后，好，行条路了，足轻松的哦。啊，过来跋行路未跋倒。好，这是重点哦。哦，你行路你脚头会加较有力哦。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好啦哦。嗯。来。保娘啊，准备来甲保平啊！哦，身体健康，食到175啊！做位下太阁油。明做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那对完简易针，今仔日来为大家介绍食 AI 诈骗的手法。现今因为 AI 技术发达，较早用电话中假做是你的亲戚朋友买借钱的模式。已经转变成用画面变声的方式来跟你视讯借钱，目睭看到无一定是真的，卖汇款、卖提供个人资料，若是有问题，爱卡反诈骗专线165。来啊，咱的印加果油吼，阮家老婆仔大家饿了，你回屋来哦。查甫人也好，查某人也好，拢袂使无啊，拢需要啊，因为咱哦。吃太多一个无必要吃落的物件，来看一下啊，惠安东山山上的印加果油，这台湾的哦，这台湾的哦，正台湾的哦，印加果油该吃台湾的哟。来，我来讲，今仔有哪共款优待一个？一罐一千，这一组三罐3000块。三罐3000，优待2500块。共款有哪送两罐啊？每一组三罐送你两罐，安尼2500块。2500啦。对。啊，这罐我哪送真久啊啦。我那送真久啊，到月底就好啊，就冻袂掉啊。咱张伟袂卡命啊，咱讲真正。所以过月过了个五罐2500。安尼哈。今日等我沟通老师，给送你一罐。安尼，我你开2500块呢。两罐了，足俗个咧。安尼，安尼，哦，安尼哈。啊，这粒发财龙银哦，送乎你哈，乎你会当订体保平安，搁兼交财进宝。交财进宝哈。哦，安尼，乎你开2500呢。这老师敢饲个哟。啊，你这买等于吼。厝内面的查甫，大家拢会使食哦哈，2500就通过规家伙啊。啊，你这有咧食的人哦，较袂晓搞啰嗦，啊，走路也较袂跋倒，啊嘛行较远。好，哦，伊是真啊。哦，伊是素食的哟，所以咱食素人更加需要食印加果油。有的人食素，又无咧食鱼油，无咧食一寡什么印加米啥无嘛。啊，你袂使哦。啊，你着食咱的印加果油，这正台湾的啊。台湾籍。来啊，20组就好。20组就好，有台。咱的北部5组啦哈。北部。我北部乡亲朋友，咱啊印加果油食要完嘞，爱紧叫开哦。无后个月剩安怎哈？5罐2500哦。后个月是剩安怎？啊，这一个月介绍一摆哦。嘿啦，啊来啊，咱中部有哪5组？中部哈，啊南部啊5组。南部。花东甲平湖有哪5组？安怎20个啦？20位电话靠通诶，有优待6罐药2500块。啊，一组哥有哪有一粒咱诶发财龙银哈？来，你好喂。张老师。啊，宝珠。我们一组。好好，来一刷宝珠来试试，印加果油哈。那么咱公司的上面，给你保庇。公司的上面，各个只要2组药哦，那个加上那只阿中奥地呀。是，两组都有2粒，咱的龙银，阿哥有加上一阿，咱的中奥地。那个中奥地吼，伊无咖啡因嘞哟，伊是养生茶茶包。是。咱一个茶包呢，会当泡咱1000cc 的白滚水。啊，咱那个一包会再泡一千，啉到中头，中头搁甲泡一包。1000cc 啉到硬啊嘛！安尼，恁的水温一工够有够啊！哦，你即马安尼来，还佫加上佫有一寡只保养品哦。嗯。老婆塞咯。比较有动诶。你金光强强棍啊！哦，米炒米粉啊！来，赶紧咯哈！我再二字尔，0800012589，啊，你早暗三粒啦哈。哦，头先咧食诶时阵。一开始要食诶时阵，我来建议。好。为着咱诶未来，老婆塞咯，为着咱诶未来，早暗三粒，像阮即马拢一工食一摆尔。一工做伙食。啊，食三粒安尼吼。哎，你好啊！喂，张文老师，你好啊，你赢咯，你唔捌买过哦，捌啦，哦，你捌买过，嗯，哦，好，来一双来一双，谢谢啊。你看人讲完个杯，讲完个杯。来，你好。哎，老师哦，哎，你
你是贵机啊？哦，好，好，来预算，预算，预算，好，谢谢。你自己加个好油啦。咱的这个印加果油，这正台湾的哦。啊，是素食的哟。啊，是素，伊是素的。嗯。食草也当食，啊，食素也当食哈。伊这是素的。咱大刚来油车贵济吼，去食完大餐，等下了后呢，咱去加果油。他三粒类。好，来配迄个中澳地上菜。万无一失啦，万无一失啦。嗯，那高调。咱那。那只有回诶老婆山哦，你那因只果油有咧食吼，都别安啰啰嗦嗦，身躯顶都别安啰啰嗦嗦一大堆啊。嗯，你人会较轻松，会较快活，你相信张辉？因为那因只果油，有食到不晓得是差真济。迄个食咧，即六罐食三罐，你就知影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张老师哈。哎、欸，玉清。张老师，我买一撮因家果油。哦，你屏东的玉珍吼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啊，来一串来，谢谢啊，安弟安弟安弟。哎呀，这拢老朋友啊。哎、哦欸，老朋友啊。哎呀，啊，咱这因家果油六罐才两千五左右的呀。啊，咱呐有咧食的人爱叫开哦，因为过过过都无一罐啊。就五罐。就五罐哦，我先安品吼。五罐两千五。哎呀，我有跟预告啊，今仔买一罐，赶快有教好咱。啊，恁的发财量伊是送到咱这个哎，这礼拜了。明仔。那个拢无啊，可能到明仔啦，到明仔啦，哦，迄个龙岩，龙岩我算算个无啊嘛。龙岩老师有加薪过。啊，搁有人预定啦，有人预定，我有共留开啦。好，好。啊，安尼预定的我有甲伊留啦。嗯。不哩个那是，迄个钱价都无够，有当时啊那哩无够，我有那预定的我都有那无留啊。好，嗯。诶，本地是安尼吼，啊，因为你留的不一定会去啦。啊，即卖要卖客无啊啊，到落尾煞变成。小船煞脚村啊！对，安尼个袂使啊！哎，空不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。剩三分钟嘞，咱一个月介绍一摆嘞。来，北部个两个就好啊。好。北部啥物人要做代表？赶紧卡。啊，中部啊两位啊。赶紧卡。啊，南部啊两位啊，搁六组哈。剩最后最后的六组尔。来，我来讲。安那。我即卖来找阮只四中兼换贴的。唔敢有诶。我唔知有无啦。有啦。按张伟哦，用暗暗灯来看这组尔。啊，无咱不都要下起来呀？我用暗暗灯先看这组，啊，你哪有咧吃？你都先叫起来，无要紧。空八空空空，因为我捌叫北部两个啊，请我食肉燥饭。两位哦，我无要求这，我空嘛免啦，肉燥得啊。啊第啊第二两个，搁两个就是请我食卤卵。卤卵该加卤卵嘞。啊，搁两个就食我食豆干子。豆干子。啊，那么好。好，啊，这拢无电话起来。老师。啊，良心叫我告白。根本就无良心啦。真正有影是。我咱张辉吼，俺处处拢替这老婆在咧拍算。对，咱本地人五罐呢，五罐两千五呢，老师佫加送咱一罐啊咧。对啦，啊，赶紧，我再记一下，记一下。叫人啊，剩五六组。啊，你去炸先，一开始先炸唔三粒吧。好，满意了后。啊，你若像我即马食到即马，我满意啊。我一天吃一次而已，一次才会吃三粒，看你要下次吃中途吃阴暗吃，当时吃都没关系，你排你的时间吃就对了。啊，咱公司的产品都各位两组料哦，咱就给上咱中澳地啊。哦，这中澳地这你们足好，大家拢足好了。伊是养生茶包，伊无咖啡因呢。伊唔是茶心，唔是茶米啦。伊袂甜哦。伊袂甜，爱芳芳。一个茶包呢，泡咱一千 CC 的白滚水，唔免过煮。对啊，以前吼，咱那个。饮起来都像咱较早阿妈，咱细汉的时候阿妈咧兄弟，遐个一个炒粿茶米的茶米茶无吼，啊芳芳啊解好啉，啊佫袂佫会煞嘴，啊你若是有食油葱哦，啊你著甲添一杯啊落落袂啊吞吞的，安尼嘴就解清爽啊。对，当解油呢，当解嘴巴。上重点暗时佫会好困。哎，好。迄个一组直直食袂完，你著好困啊。而且咱中澳地当配咱任何产品拢总会使哦。是。所以只要两组药，咱就会当了吼，加上咱只阿中澳地呀。哎，来啊，赶紧哦，印只过哦，赶紧然后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号来，你好，喂。哎，印只过油。啊，抽烟吼。印只过油。啊，早唔三点嘛。啊，来一双一双哈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安尼就对了。哟，啊，唔过个五组。个五组。嗯。哎，老婆生啊，个五呢？个五组。我伫里等你啊。啊，老婆生，你较紧看嘞，因为咱过过过哦，咱后一回介绍咱印加果油，一个月介绍一摆嘛。后一回个真正个无一罐个五罐，辛苦啊。后一回都五罐啊啦。所以咱趁即摆咱有看到，你个赶紧嘞叫买起来，一组够咱规家人。食一组有一个歹处，就是你若食了后，连工你的衫裤拢变大呢。你都爱，你连工要穿的衫裤，还佫另外买细呢。哦，哎，我欢喜的呢。还佫加开一条钱啊。嗯。哎呐。啊，那无你就是你大呢，你甭穿。司机拜拜呀。哎呐，哎呐，哎呐。好啦，啊，迄个那我说咯，你那有欠吼，迄个。恁的公司的产品，顶下到下啊，拢总有。拄则有人咧讲茶吼，我问看茶几克啊？
两千五，有那五 K 啊啦。好、哦，五 K 啊。但是我那加上一 K 啊，好难啦。所以多多拢总。有那两千五啦。两千五哦。对，有那六 K 啊，两千五啦。有五加一啊。那你看啊，喂。你好。嘿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哎，来一双一双来这里来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嘿。喂。牡丹这样。牡丹，嘿。安、啊、那。喂。喂。嘿，有啦，我有听到。你怎啊？来，叫一组，叫一家狗哟。哦，好，来，一双，一双。那看来一定要恭维，咱客声音。啊，伊咧看电视啊。好好。迄、那个电视到电话声音有差十秒的。嗯。啊，也伫遐等时间，你都听电话就好啊。哎啦，我伫电话等我来滴。直接就会当。在跟你恭维咧。是啦，啊，我来分吹恁卡电话啦。拢有优待。呀，啊，咱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买茶吼，头拄啊有讲有两三个买茶。有哪同款六啊，两千五同款六啊，啊有哪有一粒咱的发财龙银哈？好，会记钱啊？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我来分出恁卡定来哈。同款有优待。是，来一箱。阿哥，阿老婆再给小卡定来。四号，四号的是咱的易俊宏大嫂，点小关心哦，出国的囡仔。
福气在咱保留慈悲的心，护持咱保留中天照明。咱护持的时间到了，在咱电视头前的乡亲、士大好朋友，咱做六菩萨。厝内面的囡仔大细呐，阿要护持，咱来赶紧哦哈。五分钟的时间。哎、欸，咱那个这个木屐期吼，咱这甲辛年，气温真不好的人来注意哈、哦，尤其是咱这四月份，农历有上牛、兔、牛、狗、鸡、猪。啊、哦，牛、兔、牛、狗、鸡、猪，这六个生肖有血光之灾啦。日文较歹，真无好啊！出门挑都歹开车的细字、嗯，做工课背光背街一定要注意，莫插烟啊树下，无你会公亲变数住吼。来，啊，咱那个护持哦，中护持中间照明一个月一个人，卡一百块呢。一工才差三块外钱。那个音乐小声一点呢，做个记号啦，卖我逐工讲。哦。哎、欸，大伯，哎、啊，什么困难人呢？爱来护持，要牛顿在照明呢？哎、欸，咱那年岁有诶老诶老大人啦吼，身体较无好诶，气较虚，啊，着神啊，着灵啦。爱护持，徛家未平安的爸仔囝、母仔囝、兄弟啊、姊妹、翁仔某，差几大家者哦。用因的名护持，是一定爱哈，一定爱护持。哦，无咱讲正家差万四件啊吼。哎、欸，你好啊，贵房哦。好，安母娘给你保平啊！桂芳姐，哦，囡仔大细平安健康，你大赚钱啊！一线啊！一线一线吼，哎、嗯，阿、欸、贵，我们先跟大家说声吼，哎、嗯，咱那啊，那是讲个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吼，婚姻有变故，啊，要啊，三口款款的要出门，无共事公妈吼，无事做就对啦。这出门去搞也是磕磕卡卡。怎么办呢？就那爱处理啦。啊，用好钱的方式。同款一个月一百块，无去加开哦，哈、啊，那你去喂。我要好奇。你真咩吼？嘿。哦，咱那个中华的养保养嘛吼。嘿，我讲啊，我因为做阮的囝，但哎呀，做但是幸福也无。啊，无啦吼。嘿，我讲啊，要我们一个要三个日。哦好，安保娘厝边甲恁保平啊，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，互恁长岁寿啊。哦。来二线，二线吼。哦，咱那个因。天啊，爸母心嘛！哎呀，拢为了后生做咩啊？伊家己要好钱嘛，要家囡仔好钱。哎呦，你这也是哎，咱一个月才一百块吼，咱顶位贴奖金尔，其他老师无收红包，无啦，无收室内钱，任何费用拢总不免的。无无无，那你好，老师你好，我要好一双手。哦，咱 KO 吼，红烟红烟啦吼。哎，安保娘厝边个保平啊，凤英姐，哦，你出来面囡仔大细，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岁寿，重点哦，你大赚钱吼。来三线三线哈，哎、啦，咱就对了。啊，那是讲呢，那往生去的亲人啦，是呢，要带伊用护持的方式嘛，可以的哟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咱哎，有那种报恩啦，也是种孝心啦，哦，有那一月一百块钱，咱啊做功德回向，来减轻因的罪业啦，这一定来啦。那个经团加赞经。哎，你好啊。哎哎哎，华英。啊。啊，我寄钱去啊呢。哦，阿英。因为钱项无经过我，我唔知啦。啊，伊若无收着，就甲你讲啊。啊，无讲就表示有收着啦。啊，无另外甲你保庇啦，哈。啊，讲得好。有啦，啊，身体健康，你食到175有够无？有啊。有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啦。好好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张老师。哎，金宝。包在口。好好，咱那个龙潭的金宝吼。哎，你甲讲好话。好啦，安排工作，甲你保庇啊。你咧做啥物头路？无，哦，你村食饭啊，卡中啦吼，哈哈哈！嘿，那对了，对。好啦，别工作，给你保平啊。好啦，谢谢你啦。哦，你囡仔大细平安健康，多赚钱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啦。啊，你算，你算，你算哈。嗯。啊，那这样，要福慧双修的老菩萨哦，嘛可以哦。嘿啦，咱那个福慧双修吼，一个人一个月600块，因为咱张伟帮你处理完了后，咱就要搁聘请着经团。来给咱做消灾兼做消业，较功夫啦。一个月至少也一摆。福慧双修，这有较功夫啦吼。因为啊，咱讲是有较复杂嘛。嗯。大事要甲你化小事，小事要化无，爱做公亲呢。哦，爱含遐完成这路遐巧呢。哦，要用巧的哈。啊，大病化小病，安尼小病看医生，食药就较紧好啊。好，安尼福慧双修。哎。那么，甲咱老菩萨报告，那福慧双修的咱的经团哦，伫咱门啊在哦，门啊在。早时九点。嗯。哦，啊，到11点两点真久的时间，哦，离咱的终点车来，甲咱站经做功德费用以外，
搁兼做消灾兼做消业安尼哈。对。啊，那后尾参加对白拢欢迎啦。啊，那是无好卫生，那是无好事嘛，拢会使。什么人拢会当来啦？什么人拢会当来？吼。所以你即摆看到是咱的经团，其实它红色的这个是咱的苗单哦。是是。哦，等在处理的苗单。是，那你好，喂。喂，乔阿姨。好好安尼盐埕区吼。无粮出边，甲你保平啊！囡仔大细平安健康，单位收你大赚钱啊！哎，一算哈！哎，啊，有啥物代志，你甲小姐讲，小姐就甲我讲啊，伊就传来给我哈。所以你也看，像咱即卖若是有好事吼，咱明仔早起老师来教课，等个伫咱保粮家真正先甲咱做处理啊！这我一定爱处理。这是老师亲自来帮咱处理耶。那你好。你好，我好你上心。哦，你帮加玉燕吼。哎。哦，安保娘啊，给你保平啊。玉燕姐啊。哦，你厝内面的大大细细，大家身体健康，灯火秀，你大赚钱吼。嗯。哎，二线啦。二线吼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华英啊啦。哎，要好，要好卫生。哦，这英华啦，不是华英啊，英华。哦，咱那个，咱那个新北市深坑啊嘛吼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安保娘啊，厝边给你保平啊。啊，这。哦，你囡仔大细，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岁寿，你大赚钱啊。哦。一个想嫁，一个想。哦，好，你甲小姐讲哦，来三双三双。哦，这真正拢有一个后生查某囝嘞。无人讲说，唔惊一万呐，只惊万一啦。对。啊，人哦，串惊串掉。哎，保家平安嘞。所以哦，咱未当无这个。细字无是本。系啦，咱未使无细字字啦。对。啊，你来讲啊，开足济都要考虑啊，一月只一人啊，一百块银。拢贴上证明嘞。哎，那代志发生哦，咱后悔一世人。好的，所以这个跟咱去庙拜拜是同款的道理哦，甚至哦，咱。去庙拜拜，咱往往的拢是安尼吼，安尼拜拜，然后相对拜安尼啦。我已经念第二关啦。哦，但是有伫咱家人，咱老师呢，拢会亲自呢，安尼足功夫来帮咱老婆婿处理。啊，恁老婆婿个伫咱厝内底敲一通电话，其他交互咱老师就可以了。这个，逐天透早我头落乡，都是甲今仔日护持的啦，福慧双修的啦，哦，在课的拢总招聘。对，这是大家的工课。啊，编完第二遍，就是咱等下做功课，我来编第二摆。来做功德回向。第三遍，卡甲咱的名罗素文，甲阿婆编第三遍，再由阿婆来甲咱做主安尼。哦，安尼，咱一月日护持某人当天照明，一个月日一个人甲一百块。但是咱老婆在咧问咧，我前啊有护持半年呢，啊，我护持半年的时间我还未够的，我感觉会当阁继续护持，还是爱等个时间够呢？这个护持，这个亲像咱咧庙里拜拜同款啦吼。啊，那你就逐天去咧庙拜拜，我下再去拜，应该嘛会使来拜，甲袂使拜。有可以呀。啊，你护持，你那经济上做会到无要紧啦，啊那无咱先顾巴肚，甲顾有做啦。好。哦，咱按怎个咧讲，咧做代志就是安尼，我无啊，互咱即老婆实来揭开着。啊，这是拢属于咱个人的功德，所以可以的呀。是啦，咱都愈做功德就愈济啊，本地就是安尼。迄个咱家己咧做，家己咧滴咧啊！哦，这就是安尼啦。来，啊，咱无咱即马来做功课。啊，茶要泡好好。来做功课。恁若是有加持的茶，一定爱泡好好，对老师来做功课。这加持的茶哦，啉的啊，暗时真好困。诶，有加持过哦，尤其是哦，你加注意哦，哪厝内面有人生来滴的哦。嗯。诶，你底层放晒底层听，加个听，你叫伊啉加持过的茶，好一段时间。嗯。伊放晒都拢袂听，啊，你喂。哎、欸，阿姨哇！哎，问两个要好吃。哦，你迄个台中西屯啊吼。嘿。安保娘甲你保平啊。啊，搁一关了，祖先嘛，哦，搁祖先啊吼，囡仔、啊、大细大家平安健康，你当回事嘛。哦。来预算预算吼，来咱来做功课。主持张爱丽在来恭请保佑，慈悲主光普照来给咱保庇吼。高雄中街烫伤中心交护病房2202床单号桌。高雄英总李娇英，蜀立三重医院8楼819病房1层郑美华。三重区永福街135巷32弄20号4楼曾素梅。洪山区建国2路。建国路二段51巷2弄4-2号3楼林丽瑜，再来是内埔乡龙泉街413巷8号施翁施涵，
你家中枪保龄出别人保庇，保龄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。那么咱才有真济为了福慧双修，以求咱护持保龄中天照明哈。宋于荣、王文静、王玉聪、陈素贞、陈长公、林清雪、江秀华、黄敏、周啊、朱淑莹、劳力阿秀、黄才硕、叶善宁、归家阿南、老黄秋兰、王丹阿宽、张秋月、姚金英、林红军、柯月金、翁思涵、蔡宗良、林维新、林志基、温秀基、黄辉明、黄林秀、何代林、陈建龙、王如志、陈邦文、陈新元、陈丁宝玉、陈婉君、陈纯轩、高素华、张庆杰、王静环、张文健、廖春英、皮老进、陈金燕、林素兰、郑碧莲、李英水、李秉承、李芳纯、叶善林、郭惠碧、桂家阿兰、李宏月、老黄秋兰、黄泽文、林素金、黄丹金、黄淑红、黄品传、黄美琪、黄秀梅、王玉莹、王玉生、黄吉勇、蔡丽芳、林维新、洪美华、张文清、高雄市三民区罗家历代祖先，而且恭请在咱保留慈悲、主公普照来甲恁保庇吼，互你当政府小业、小在应收前途、公平、众人通、地域开通、方向化解界形象，在员工一万事大吉、福慧双修、法喜充满，咱即摆来尽量做咱的地位联姻。手把青鸾插满殿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欲见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言这个单元的时间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直接来延续着咱昨昏的这个话题。同款一开始，我先来一小段的经文，稍等我再一句一句呢来给咱做解说哈。咱昨讲到着呢，李涛刀第十种可报信法，讲佛出龙王玉李涛刀，即得十种可报信法，何等威势啊！第一。诸宅荆棘，王插水火及非爱主不能善灭啊。第二就是多人爱念，第三就是人不欺负，第四就是十方赞美，第五就是不忧生害，第六就是生命流布，第七就是处穷无为，第八就是财命食力安乐，便在故中无法，第九就是胸怀失意，第十就是命中升天啊，是为什啦吼？往玉莲花向，安尼要堕落三藐三菩提，才后成佛时得证清净大菩提地。这一段就是咱的世尊为咱来一个开示哦，不偷盗的十种殊胜的一个果报啦。这个报就是保持你无丧失。第一，咱呢。诸宅荆棘，王插水火及非爱主不能善灭。这个王代表就是一个国法。哦，古代那犯罪，咱的家产拢去予这个国家给你没收去啦。所以称为叫做抄家灭族的抄家了。那么这个插就是盗插，水就是为咱的大水所漂啦，火就是被火所烧，非爱主就是讲了尾啊囝。这就是所谓叫做宅为五家共有啊，所以因此
哪会当来挽你的这个头刀，你就当免除的这所有的灾难。财富是一切众生所需求、所愿望的。你真正有道之人，伊是安贫乐道的啦，伊无爱财富啊。我真就是向着这条路来行，哦，安贫乐道，过一个上简单的生活就对了。但这种人是极为少数啊。财富是毋是欲追求会到未？如果今仔咱也有能力来去追求着财富，圣贤的教导，咱就搞放放掉就好啊。因果定律就会当来给推翻啊嘛。所以佛甲咱讲啊，世出世间法，拢出不了着这个因果定律。世间法如是啊，出世间法也方如是啊。清凉大师。大师判等的《华严经》为五洲因果，地藏大师判咱的《法华经》为咱的一行因果，所以呢，佛法也不离着这个因果。正善因一定是得善果嘛，因不善，佮想要得善果，无有是处啦。所以善因人，一个教育总结起来是拢总是教咱。有这个智慧来去分别到这个邪正是非啊，这就是因嘛。啊，帮助到咱来认识的各种祸福，这就是果嘛。啊，什么叫邪？什么叫做正？果报就是灾厄，就是凶，就是这就是邪嘛。啊，这就是非嘛。果报那是吉祥，是福，这就是是嘛。这也是叫做正嘛，所以各种合法的定义标准一定爱在这个果报顶端上来看。果报通三世啊，现前得这个福报，将来无这个福，这个福就是假呀，伊都唔是真的啊。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，少年的时阵真发达，真正是资财盈积，哦，有亿万的财产，但呢？头路做无偌久，公司倒钱破产呀，这种的经营嘛真多。伊所得到的财富都不是真的呢。只要在咱的眼前看开，刚刚安尼念念，何里看一个念啦？时间无长啊。如果伊用的财富来当安尼一代传过一代，子子孙孙安尼，代代拢会当保持，这唔才叫做是真的。中国古早人所谓叫做好业未过三代啊，啊，这句话有意味深长啊。三代的衰言，哦，那你是真的。三代完全还未到，你家己你这代都保不住啊。可见，得佫更加虚幻啊。所以呢，佛法咧讲，福报就是今生有福，来生也有福，后世也有福。生生世世拢有这个福啊，安尼才是真诶啦。所以现代人眼光真短浅呐，只敢看人眼前，无看无有智慧嘛，迄叫做愚痴。所以即卖大家咧福慧双修，就是爱修，一定爱修。古早人伫咧教导，决定袂使掺杂着咱私人诶利害哩，不求回报。不但伫咱内部即个电光上来供养无需求，后世对着伊诶礼敬。对着伊的赞叹，我那不求，真正做到就无所求啦。啊，伊都无所求，所讲的话就真诶啊。凡是呢有所求的，有条件的，吼、哦，这话就未必定是真诶啊。就亲像你什么接手机啊，咧撸手机啊，咧加来，哪个咧讲着钱诶，都拢假啊。所以诸佛菩萨过性清净，对着一切众生，就是无条件的。无所求的这个态度的，所以讲拢总是真话。因对书哦，看到非常的透彻啊。对着这因果理论，甲这个事实，这个因果的转变、相续、循环，看到足清楚啊。所以指导着咱一个总原则，就是正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正不善的因决定有不善的一个果报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讲我做个这样子做回向，总个念一句，请对我念一句哈。
愿意出功德，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听我讲哈，咱个第一放开，这两嘴、三嘴、五嘴，甲吞灭十条顽疾，爱记着哦，吞一嘴，别人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。种种灾厄如灯火，斑斑祸患似水消。佛愿每年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空彩画姐点白歌晚风，
种种灾厄如灯化，斑斑何欢似醉消，福愿母娘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；第三愿招财进宝，金玉满堂；第四愿四季无灾，百节有庆；第五愿学业进步，青春快乐；第六愿家庭和乐，儿孙满堂；第七愿人间友情，真爱相随；第八愿法喜充满，心神安宁；第九愿家体平安，富贵丰饶；第十愿美梦成真，所求如愿；十一愿合家团圆，喜事临门；